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回到广州啦。依依，大龙套。一个无印良品的香薰。好啦，现在快12点了，然后我要先去睡觉了，因为我明天呢要去考科目一。我吃完晚饭回到家之后，我就一直都在刷题去做题，所以希望我明天可以发挥的好一些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晚安。我现在在这个兴盛风情街这边。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们选择了在侏罗纪烤串这里吃。进去找他们吧，我已经大概一年都没有见过他们了。现在被人吩咐出来帮他拿喜茶，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吧。我们现在都打车回家啦，我们说拜拜。我们现在都打，对，我们现在都要打车回家啦，就这样子吧，拜拜。Comment below， 欢迎光临。咁闷嘅，猫。嗯。我妹妹和外婆回来了，所以外婆回来的话，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全家聚起来喝茶。太太 ，Hello， 红红吗？哇，阿泰，阿泰几时上？再俾阿泰戴上，影个正面。哇，型啊！
我们今天的晚饭，婆婆著名的山药饼、虾仁炒蛋、蛏子和带子、青菜，还有生菜。干杯！咩咩嚟嘅啫？葡萄，葡萄酒好系饮葡萄酒。嗯，酸嘅。现在晚上6点钟了，然后我要出门啦，我要去找我的一些朋友，他们是我初中的闺蜜，其中的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要来上海玩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要聚一下，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在这家店等餐，然后刚刚那个店的应该是老板或者经理给了他们一人一杯喝的，然后说我待会儿才有咖啡，因为我买了别人家的咖啡。刚刚那位老板又送给了我们这个超级好人哎，是他就是他，他怎么没看到我？你没看到我们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是我今天的 OOTD， 这个一字肩是 H&M 的，在上一个号里面你没有看到这条裙子。我们点了喜茶，现在是下午6点多，快7点钟了。然后我刚刚下班回到家，所以我走得大汗淋漓的。然后今天呢，今天晚上我妈妈就回来上海了，我就结束了我9天的独居生活，好开心。下了几天的雨，上海今天的天气终于好一些了。妈妈现在在电梯上来啦。今天呢是星期天，然后我现在在医生的办公室，因为我要来做这个雾化，就是我咳嗽嘛，反正就是我要做一个治疗。
晚上8:40，今天是7月30号，跟星星 ，Hello，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走去外滩去看一看，一跑，哎，叫跑跑，跑吧，跑吧，啊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跑跑啊，一跑，跑一下吗？跑一下，开心，好开心，发现。